小娇，你今天不是一直说想来吗？你今天来了，见识到了吧？以后还来不来？我可不来了，刚刚我都吓死了，音乐那么大声，我心脏都快蹦出来了，还有一股子难闻的味儿，我就不明白这种地方到底有啥好玩的，感觉没一个好人呢。我说对不起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没事儿，我以后也再也不来了，我今天就是来辞职的。 那，请你知道你在这儿吗？贝贝，你们俩自己来的呀？啊？没谁呀？不认识啊？啊？不认识我吗？你们要干啥呀？没你事儿啊！哎，你干什么？干啥呀？放开！让你们进去，来得一起玩呗。可以你们进来，一人二百，够不够？一人二百。别喊！别喊！别喊！喊啥呀？啊？别喊！哎，别喊！可以你们进来。 没事，这算什么事？几个老爷们欺负小姑娘算什么呀？啊，兄弟，唠两句闲嗑，记啥眼呢？唠屁嗑。不想死就滚。你叫什么呀？记住，我叫张旭。滚！我在想，终于能够理解黄叔跟秦宇了，可惜晚了。 原来我从来都不是一个好朋友。我记得那时候，你们来我家玩，黄叔说过一句话，他说我才是最幸福的那个人。我当时没听懂。王迪。 你说我们到底是不是坏人？你觉得这个世界上有完全不自私的人吗？如果有，那我们就只是普通人。 你说什么？我们给自己找的理由真的。